这一事件必须在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监督下进行。非常感谢法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从痛苦恐惧中振作起来，选择正义，承担历史责任。为了我的爱人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为了我的祖国，也为了所有丈夫和父亲失踪的妻子和孩子。虽然我看不到我的丈夫，但我们的心是永远相连的，他会支持我这样做。这件事关乎公平正义，关乎国际社会，关乎我祖国的人民。孟宏伟的领导力、专业度和国际刑警组织付出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。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人员都说，我喜欢我们的领导。除非我丈夫亲自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，我不相信其他任何方式。另外，海外中文媒体，无论你代表谁，自10月7日起，如果存在任何造谣、侵权，我们将追究其责任。谢谢，今天就说这些。